早餐。Stop banging. Somewhere?我吃完早餐啦，我现在想要来煮个鸡蛋。Go！ 我们来涂个快速的指甲油，就是用这个指甲油，这个姐姐发现的好东西。我嘴巴好不红，我们现在来涂个快速的指甲。你看，现在是12:58，然后我用这个 ，Homie， 这个是姐姐发现的好东西，然后我把它偷来英国了，好的哟，就是紫色光这里的太阳，哦，好烫 ，Wow， my God。光真的不太行了，我的眼线，你看，很快速，我完成了，么哒，四只手指头，我头发真的不太好。换好衣服了，指甲弄好了，是一个透透的粉色。嗯，耶！我到海德公园啦，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找朋友。这里有一点大，这里好漂亮啊，有小狗。小狗，啊！想要参与他们怎么办？今天的裤子闪亮亮，对对对，鞋子也闪亮亮，好可爱。这个天气好好啊！松鼠，看，他们两个是朋友。哦，好可爱。他是来找我的。嗨，小松鼠。
啊，好可爱哟、哦！你在找什么？我没有食物。嗯，好可爱哟、哦。是吗？哎，吃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不奇怪。英国就是这么的浪漫啊！是浪漫的英国啊，还有 Street G， 他要说他会晚点到，那我先来去看天鹅好了。是我点的小东西，在等我的朋友，他还不来。啊，这里风景太漂亮了吧！这个吃起来是花桂的味道，好亮哦。我走过来的小鸟，太美了吧！大家，我呀，手机刚刚在等朋友的时候就没电了，然后我就什么都没有办法录，直到刚刚我们去市井里，就顺便充了手机的电。对，所以这是一个超级不完整的影片。